乘客户集邮对象施贝谷空打足底。蔡思贝、傅嘉莉等人日前就出席节目巡礼宣传出年的节目，蔡思贝当晚更加罕有地谷出事业线，问到他有没有做足安全措施，他就笑住咁话：吊威亚都得啊，讲啊讲大啲啊嘛。但系啱啱有冇啲客都好贴身咁同你哋集邮啊？都有啊，好热情啲客。有冇俾人？啲咩重要嘅部位？大家都是很開好好熱情噶嘛！啊，可唔可以影張相？唔好意思，阻住你食飯啫。好有禮，有有流有往，有禮來禮往，唔知啊，總之禮上往來，係啦。此外，尋到傅嘉莉喺新劇《乘勝追擊》入邊同陳山聰有唔少親熱戲，佢即刻好大反應咁話：係啊！頭先我經理人一見到我呢一幕。哇！你成套戲係好多依啲㗎，好似我話唔係依一個其中一幕比較即係激情啲咁樣。咁所以其實同山聰喺裏邊都有好多親熱嘅部分。咁但係大家都好有默契咯，咁啊同埋溝通得好好，咁所以都 OK 嘅。